哎，今天不是星期天，你咋回来了？想我了是吧？没的你。我刚才在那边就听着你搁这块喊，你喊啥呀？哎呀妈呀，不喊不行啊！这游客素质太低了，哪像你呀，高干子女，素质嘎嘎的，是吧？再说了，喊喊吧，练练嗓。我鼓着，说不定我还能练出个男高音。哎，你听我这嗓有进步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村。不是你干啥回来捂嘴来了？干啥呀？这都有游客，你疯子你！喊啥呀？哎，回来啥事儿？爸给我打电话了，爸说找我有事儿，你快回来吧，我就请假回来的。对对对，他说了要打听个什么人儿。谁呀？哎呀，那名儿我也想不起来了，你回去问问呗。啊，行啊，我去问问爸去啊。哎，小点声。无锡是我家，亲戚看大家，八荣八耻记心间，一定要注意卫生。这声音可以了吧？啥玩意儿啊？注意卫生了啊！保持卫生，人也有责。十一号，啊，我是。爸，爸，别说话，等我看完这段。这是外国片，光那人名就一大串。你能看明白吗？哎，就这丫头，这关键的时候知道吗？警察到门口了，眼看把坏蛋就抓住了。爸，你先坐这儿。你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让我回来，找我有事，啥事啊？谁给你打电话？你看你……哎，对了，大姐，我打听个人儿，子孝说的，你跟他最熟了。谁呀？叫那个啥摩斯？摩斯，摩斯，摩斯不发胶吗？不是，是个人。哎，摩斯不就是做头发定型用那个化妆品吗？不是，这摩斯啊。是个外国人，个大侦探家。哎，不管什么案子，只要他一接手啊，眼珠子一转，就知道坏人在什么地方。啊，你说那是不是大侦探家福尔摩斯啊？对对对对对，福尔摩斯就是他啊！你认识他？人家是外国人，我上哪认识他去呢？你，那子孝说的，你跟他最熟。爸，你是不是有毛病了？你行行行，走吧，哎，当我可真是。行，走吧。看好好的。真是你可。客人好，哎，坐吧。来，喝杯。来，吃菜吃菜。这酒我跟谁似的？嗯。哎呀，喝的有点高了。嗯，没少喝。哎，庞翔啊，这边合同已经签了啊，接下来就看你们工程队了。对对。哎，这么着，一会儿啊，你把车开过来啊。我们呢都喝的有点大，哎，你开车过来呢，把那个黄书记啊送湖西村去。哎，另外啊，我跟你说。车上我能跟你说点事儿，行吗？哎，好了，嗯。哎，金贵啊，嗯。庞翔说了，只要资金到位，保证当年施工，当年收益。真的？嗯。那太好了。李哥，孙老板，刘秘书，我觉得咱们应该再喝一杯，就为了咱们。水上乐园项目早日建成，祝愿跟孙老板他们的合作成功。好，肯定愉快。好，干杯，孙老板。哎，干杯，干杯，哎，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你不要喝鸡蛋糕吗？哎，爸给你蒸了啊。四，你好了？好了，好了。哟，快快坐吃饭。这又是大米饭，又是鸡蛋糕，整的怎么这么回事？来，尝尝你妈手艺。哎，儿子，你不愿意吃鸡蛋炒柿子吗？来，爸炒香不香？嗯，香，谢谢爸爸。来，要黄瓜。哎，吃啊。哎呀。哎，艳华，哎，那柜门啊，我给你钉好了啊。嗯，那厕所、啊、老漏，你也不知道整整，我都给瓦给你换完了。哎呀，来，来，老四，吃块鸡蛋，那就坏了哈。啊，谢谢谢啊，谢谢啊。哎，仓房的粮食啊，哎，别带粮食，我给你倒缸里了啊，啊，省耗客了。另外啊，咱们儿子小。他是个孩子，你不用老打他，有啥话你跟他说，他就能懂，啊！来吃饭。老四啊，嗯，你今天咋突然说这些事儿呢？嗯，没事没事，随便说。啊，来，别老抱饭吃，吃点菜。另外啊，这是我那工条和住院的药费条，啊。你听我好了，我身上还有点零钱，你听我好了啊。那儿子吃饭，吃。老四，你这啥意思啊？你今天咋这么反常呢？不，你到底想干啥呀你啊？我就随便说说，来来，儿子吃饭。哎，新官，到了，黄娇，嗯嗯，哎，没事吧？没事，来，没事，哎、你抄着，我抄了，来来，嗯，姚磊哥，嗯，今儿喝会茶，消消气儿走，啊，不去了，我要进去啊，一时半会儿我是出不来啊，着急呀，这都到门口了，不去不去，金官，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哎，这差不了事儿。你把你那个卡给我一个，我让会计马上给你打钱。嗯，放心吧，黄舅，今天你给我打款，明天工程队就开工，咱一天都不带耽误的。差不了。你，我这点信不着你小子，那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嘛。田哥，你放心，他要差事儿，我立马就扇他。你还真认真了，李哥，我开玩笑呢。有你在这儿，我怕啥呀？差不了，就这么定了。啊，你们那你们就走吧，走，我们送送你们。进屋吧，黄舅。不是几杯酒是送我，上这不是，我就送你进屋吧。不是你慢点开车，赶紧走。是他开车，那我们走了啊。那走吧，上车。哎，上车。嗯，千万慢点啊。没事，放心吧，黄舅。啊。走，黄书记，你回来了。嗯。没喝多少，你坐。来，赶紧喝点水。两白开啊？嗯。再来呗。哎。老唐呢？啊，唐会计上敬老院送电视去了。老师，你去把他给我叫来。你告诉他，我找他有急事儿。行，我现在就去。嗯。哎，你让通环回来啊。哎，行，忙你了吧。嗯。哎。
妈，参观了敬老院，我才发现你这么有能耐呀、啊！你把20多人的敬老院管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你看这些老人在这儿多开心啊！我发现你变了，真的变了。瞎说，变啥呀？姑娘，不过有份工作干吧，你妈这心里头啊特舒服，就不像以前在家里面，除了做饭就是洗衣服，要不嘛，就跟那几个婶子啊坐在一起，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反正没什么正事儿。露露，你说你妈能有今天，你得感谢马主任这个伯乐，发现了你妈这匹千里马。你说呀，马主任看啥呀？眼力确实不错呀，是吧？唐叔，呀，哎，肖燕呐，哎，那个黄书记有事让你回去一趟啊。史助理，这是我女儿露露。去年师范学院毕业的。哎，你好，我叫史航，咱们是同届的，我是学农业的。哎呀，我说，就史航这孩子，这太行了啊！你说刚到村里几天啊，把咱们全村的土地啊全部测量一遍，干啥井井有条，太好了！一提他，没有不伸大拇手指头的。是吗？啊、你这学农业的大学生到我们村可算派上用场了。哎呀，那是因为你们家乡真是太美了，我都喜欢上这里了。能够在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生活呀，真是让人羡慕。哎，刚才你说啥？你说你喜欢上我们这嘎达了？我说那那么行不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你扎根在这就在这扎根安家落户得了呗啊！哎呀，唐叔，黄主任等你呢，快走吧。好，哎呦，走了，小燕子。哎，慢走啊！哎，没事来玩了，史航啊。哎呀，这小伙太好了。我要是真正有这么一个姑娘，哎呀妈！好了好了，不说还不行吗？嘘，你们小声点，黄书记睡着了。睡了？谁说我睡着了？黄书记，我回来了。老唐，哎，你过来。没有，没事。老唐，哎，黄书记，我回来了。哎，说吧，有事。娘，你跑趟乡信用社，按照人家卡上这账号打50万。50万，黄书记，那这么大一笔资金，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啥呀？是不是？不是，我说那意思是，我说话不好使啊，不是好使好使。别磨叽了，我好使你还磨叽啥玩意儿？赶紧通快去。哎，哎，我去。磨叽。Another tired man lay down his hand and quit the holy game of poker. That's the line, Danny. You think you'd have shown more grit? Quit the holy game of poker. 别走啊！那坏人就在旁边。跑了吧？你嘿！谁呀、啊？老韩头，是我。啊！我开门。啊，等着，等着。唐会计，这咋又看侦破片了？那骗子抓住没有呢？刚才都抓着了，又让他跑了。All right, English only from now on. 哦，那马主任呢？我说马主任呢？啊，到城里给黄老师打官司去了。啊，对了，他走着留话了，有事给打电话。哦，那行，那你看吧。快打。是我，你大点声。什么？不行，坚决不行。我不同意，我马上汇报给陈书记。我有事儿，急事儿。哎呀，不行，绝对不行。
你们今天必须动身，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公证队明天必须到，咱们不能不讲信用啊。对，啊，别忘了把施工设备都带全了啊。行了，好了，就这样。老舅，嗯，这笔资金不能出啥事儿吧？你放心吧，黄金贵这个人我了解，那是吐口唾沫就是个钉的人，你这次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关键是保证质量问题，你要是给人对付，黄金贵会跟你翻脸的，到时候我这脸也难做。黄书记说回村里就给咱打款，现在都过去一个小时了，你呀，一会儿就到信用社去，把款打到你的账户上。啊，对，免得夜长梦多。嗯。整这么烫，我怎么喝？你慢点喝呀，这点酒让你喝，喝多少啊？这咋浑身酒味儿，难闻死！行，难闻你不闻，你头回闻了。来，来擦擦脸，醒醒酒，给你擦擦脸，醒醒酒。擦。那笔工程款打到你账户上了吗？还转啥呀？哎，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刚走到信用社门口，他们村那个马主任就抢先到了柜台，冻结了他们的村的那笔资金。哎，真是冤家路窄，还黄金贵知道吧？还没告诉他呢。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响了。你手机。谁？谁啊？那个，你家今天真把我整高了，我到现在迷糊了。你回去咋样？没事吧？金贵啊，那笔工程款被马亮给冻结了。啥玩意儿？马亮给冻结了？千真万确，庞香刚从信用社回来。我说，这事儿可就难弄了。庞香已经通知工程队动身了。黄书记，你听我说，如果这笔工程预付款没到，你们可得包赔我损失啊。你放心吧，就这么定了。这败家老娘们，咋跟谁呀？又不是你，你说他不是得寸进尺吗？他啊，我看他这意思，他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你有话好好商量呗啊！我跟他商量啥？啊，他都要请我波哥拉屎了，我还跟他商量啥玩意儿啊？人家我跟人把协议都签了，人家马上就要动工了，我拿啥给人钱呢？他把账户给我封了。好好商量商量啊！败家老娘们，我就不信我整不明白他，找他去！哎，金贵，把你败家老娘们，你起来！来，你上边我踢你啊！我咋洗我洗啥脚啊？我治不了他，我手。老郭，老郭，老郭。
这儿呢。老姑父，我老公呢？你老姑进城找人，给你们家老四打官司呢。你他一天得有多少事儿？啥事儿？我能帮你吗？哎呀，我等我老姑回来再说吧。啊。哼，丫头，还信不过我？我揍你！真有意思，当科村长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啊？我大小王都不知道了，是不是？还真有意思。我提出一个方案给我否一个，我提出一个方案给我否一个。哎，我咋的你了我？啊？瞅瞅你，你喝点酒咋这？这么多人需要吗你？谁像我？谁像我？有啥要像的？我黄金官算不算光明磊落？啊！我对你们每一位村民，我够不够意思？啊！还像我？他有能耐，你就让他把村里工作全干起来，我啥都不干，行吗？别吵了！你不用劝我，我几天没喝多，别说话，今天谁都别说话，不好使。我真有意思，我黄金官有家想干的事儿，谁都别拦我。来，我指定不好使。别提了，这么多人都看着你。你别拉哥啊！你喝点酒咋这样啊？我就看看到底咋的。不是，兄弟，金贵咋了？老姑父啊，喝多了。金贵，你跟谁怄气呢？老姑父啊，我要跟别人怄气，我还上你家干啥呀？那跟我怄气？不是，你放心，老姑父，咱爷俩该咋地是咋地。是啊。马莲马主任呢？请马主任接见我一下子。哦，找你老姑父啊？对，他那啥，他到市里去了。那这样，我打个电话给他，让他回来啊，行不？我咋的？没事，喝多了。我上村委会找他去。喝多了。哎，走吧，走吧。咋的了这是？散了吧。哎。唐会计。咋的了？黄书记上马主任家闹去了，这事咋的？我这不跑过来给你报信吗？你看这事咋整啊，唐会计？我就知道这事就消停不了，这事就。你说黄书记这脾气还不好，你说这事他能不急眼吗？他一个书记还能动手打人不成？再说他醉酒状态下让人把村上这么一大笔资金转走，就是他自己做的不对。小同志，你是不了解黄书记，他在咱们村上干了几届村主任了。真没有点这脾气啊！村上有些事还真就不好整。我说唐会计，你还是先躲躲吧，万一会儿黄书记来办公室撞上你，那可咋整？说的对，你还是先躲躲吧。有什么事啊，等马主任回来再说。哎呀，我看你们把事情啊想得太严重了。你还是先躲躲吧。还是躲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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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你再跟我揍你啊！黄书记，你不是在主任家吗？是不是你给马良打电话了？那我也打了。那个黄书记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马主任呢跟我交代过，说是村上啊要是值钱啥的，花钱啥的。一定要我跟他说一声，你说你一下子动用了这么大一笔钱，你说我能不跟他汇报吗？你说我就是个小小的会计，我得对这个马主任负责呀，我得呀。嗯。你是为自己负责任，对不对？不是。嗯。两头都不得罪，是不是？不是。黄书记，你这么说不对，这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事儿，这是个原则问题呀。你别跟我磨叽，这用不着的。你就告我一句话，我黄金贵说话好不好使？那我也没说不好使。好使，你还告马良去？不是，你不是黄书记，你听我说。不是什么不是？黄书记啊，黄书记，不是你说。金贵，嗯。金贵，别难为唐会计啊！有什么意见冲我来。我冲你来就冲你来，能咋的？我就不明白，我黄金贵给咱们村办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你因为啥不同意？
啊！我要给人拨点钱，要开工了，你凭啥反对？你这不明摆着拆我台呢吗？我不同意，陈书记也不同意。陈，你少拿陈书记压我，他不同意，你让他告我，跟你有啥关系啊？想跟我唱对台戏，你明说，还扯啥这那的？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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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啥呀？没，事儿没整明白呀！给我回俺家，给我回来！我事儿没整明白呀！唐太有病了，这回家吧啊！有病了，你这上院了？那我咋整啊？咱回家明天再说啊！不，我咋整啊？不，我工作咋干了我？不，我咋跟交代我？哎！老四。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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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杀猪刀呢？坏了，要出事儿！老四不见了，能出啥事儿咋的呀？哎呀，老顾，昨天呢我就来找你一回了。昨天这老四表现就异常，又给我们娘俩做饭，又收拾屋子，还交代许多事儿呢。哎呀，他是不是要杀工头去？哎呀，可不咋的，我们家杀猪刀也找不着了啊！等等，我换件衣服，马上走，快点啊！哎呀，你干啥呢？深更半夜的。老四拿了杀猪刀进城要杀工头了。啊，这不要出人命吗？可不是咋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要你，不要，你自己去。那就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走。那给你包。哎，把手电在包里呢。没事，行。事儿。艳花。老四能不能不走这条路啊？不能，就从咱们家到的市里，不就这一条道吗？我寻思啊，老四啊是走着来的，再等一会儿啊。老四要不走这条路就完了。老顾，老顾，哎呀，你看那儿，那过来个人。Thank you.
老四！妈呀！妈呀！老四！老公！老四，老四，你是不是犯浑呢？啊！你杀人得不得偿命？惹了胡蛋和马艳华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你？我憋气。你憋气？你憋气有什么用？咱必须靠党靠国家，来告倒这个不讲理的工头。你傻了你？你不把我跟胡蛋了，我跟胡蛋怎么办呢？我就想给他白刀进去红刀出来，我一刀囊死他，我也不活了。我憋挺我。行了，别哭了，天都要亮了，回家吧。我问你呢，我不回去了，我要去找王律师。明天我要排第一号，走吧，回去吧。走啊！是我，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就是专门给农民工打官司的王律师。是我。王律师，王律师，我昨天在这站了一上午呢。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农民工，他拿着菜刀来杀这个黑心的包工头了。有那么严重？要不是我们拦着，肯定出人命。是啊，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啊，十分突出，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关注。您昨天能够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令我十分钦佩。您放心，我们一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农民工兄弟的合法权益。王律师，那我谢谢你了。详细情况咱们里面再谈，好吗？哎呀，好，好，好，还没开门呢，是吧？哎，没事。起啥呀亲？谁要找我就说我不在。今天我躺了一天。哼！哎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啊，你立马就得起来，你信不信？啥事儿？我弟弟刚才来电话了，他说他同意你们建这个水上乐园了。拉倒吧，糊弄鬼呢！真的。本来呀，我想还憋你一会儿。可一看你这心神不安的样子，没憋住。真的？这事儿我敢糊弄你吗？你要不信呢，你打电话问问李哥。嘿，你这张嘴啊，总算是快对了一回。我给李哥打个电话。啊，你去吧。金贵儿啊，哎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陈书记同意了建水上乐园，他还真同意了。是啊，今天早上一到办公室啊，我就跟他摊牌了，最后他答应了。哼，这小子还算是有点人情味啊。哎，李哥，那咱们明天就通知工程队准备开工呗。不过金贵儿啊，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他让咱们拿到环保局的批件之后再动工，我看这两天咱们俩跑跑这个批件吧，争取早日拿下。那咱明天就去跑批件的事儿呗，你反正这事儿你花多少钱都得搞定的事儿啊。好，这样啊。咋样？我没说错吧？没说错。哎呀，唐会计，花书记。你有啥急事啊？真叫你猜对了，真有急事。有急事啊？那你俩唠吧。那行。有啥急事咋不去找马主任去呢？找我干啥呀？
黄书记，你这么说不对呀、啊。马主任上市里帮黄老四打官司没回来，我不找你找谁呀、啊？啥事？说吧。哎呀，哎，这第一个事儿吧，是刚才呀、啊，乡里王秘书打个电话，说省里办这个农展会，乡里决定咱们村这个圣水牌小米啊参加展销。好事啊，我同意参加，就这么定了。嗯，还有啥事？这是第一项，还有第二项呢。第二项，这个王秘书说呀，参加展销有什么具体措施，让咱们好好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你这么的，老唐，你马上回村委会，写张通告给我贴出去，招10个20岁左右的姑娘。黄书记，咱这个农展会展销的是小米，不是美女，找姑娘干啥呀？不懂了吧？要不说你们脑子里边就没有这商品意识呢？你整10个漂亮女孩，都给她穿上一水的漂亮旗袍，是吧？一人手里边拿一袋圣水牌小米，往那展位上一站，那多吸引人呢！啊，对不对？对，就这么定了啊！赶紧。哎，不过我哎，黄书记，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是咱们村这个姑娘啊，除了上学的、打工的，好像凑10个够呛。如果不够的话，用小喜福丁行吗？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就这么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啊？不是多事儿，你说咱们那个圣水牌小米得说全是真的，没有假是吧？我寻思这人吧，咱也不能掺假。行了，你看着办吧啊！赶紧去。那才行。哎，哎，我说，你找个人教教他们走模特步。模特步？咱们村哪那人呢？哎，你问问那个大学生小孙。他兴许能会。那行，我现在就问你啊。啊。哎，你要成立模特队啊，算我一个呗。哪都有你呢，完了再说吧。哎，算我一个呗。啊，我昨天跟你说那事儿，你跟韩婶说了没有啊？这边唐会一个劲的催我让公布村上的电费账目。哎，你韩婶啊，昨天进城给黄老四打官司，下晚才回来，刚躺下，马爱华又来敲门，说黄老四啊揣着杀猪刀，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吧？到现在啊还没见着你韩婶的人影呢。韩叔啊，韩婶今天回来，你可千万千万的劝她别公布村上电费账目啊，磕碜了我倒小事儿，磕碜了马主任那多不好听啊。是是是，你放心吧，我见着他跟他说啊。韩叔啊。我给你带2瓶好酒，别，就算我孝敬你老人家。别去，拿着拿着。我跟你说啊，为了电费的事儿，我吵了大半宿都没睡着觉啊，我哪能再收你的东西？拿着拿着拿着，不行不行，来人了，别四四八八的不好看啊。走走哎，我说马爱华，不是我埋怨你，你说你把我的杀猪刀都给我扔了，干什么玩意儿呢？干啥玩意儿？我看他眼晕。我以前买那擀面杖，你害怕，不也给我扔火里烧了吗？哎呀，老四啊，我这回呀可想清楚了，说啥我也不让你回去，你呀就跟你二哥他们干点啥，给我省点心吧啊。喂，哎，艳华呀！哟，老郭，王律师给高工头打了电话要起诉他，高工头服软了。你让老四把出工的工条、药费的收据啊，都送到王律师这来啊。哎，行行，那太好了。老郭，谢你呗。哎呀，还客气什么？打的马上过来啊。哎，行。哎，你老婆说啥呀？
我老姑说呀，那工头服软了，肯把这个工钱和药钱给咱，你赶紧取发票，把那出工条啊拿着，咱取钱去。注意环境卫生啊，不要乱扔垃圾啊！哎，一定要注意环境卫生，不要乱扔垃圾。烟头是你扔的吧？对对对对，罚款5元。